这是最近新建的房子，现在的新房的一些建，大部分是要从那个就是说临界线向后退50公分，这个是退了50公分。一般可以停两台车，这个是可以停两台车。这个是竖的，可以停一台、两台。这是和隔壁交接的地方。现在的新房的外墙大部分是这种，就是说看起来像瓷砖的外墙板。这个是，这个油箱也挺漂亮的。